怎么说话呢？哎呦，你要干嘛？是不是不想问的？城南项目是不是开工十多天了呀？是啊。哦，你有病啊！啊？材料上了吧？全上了呀。哦，赶工期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啊，这不已经上了三十个人吗？哦，你有病啊！就你要吃饭，就你有父母啊？那工人不是人呐、啊，他们不用吃饭呐、啊。我不是给你转了5万块钱吗？30个人5万块钱，你想知道过年去啊？哎，天，要多少？不多，30个人打50万。50万啊？你犹豫了？魏财务啊，立刻马上给小邓转50万过去。工地赶工期假期，啊！你个老赖，又想马儿跑，又不给马儿吃草。穆领导扣2000，哎呦，扣你个头！不是星期八打款，就是32号，不是32号，就是等你家公鸡下蛋呢、啊。滚，离我远点！滚你个球啊！滚！知道这是什么吧？什么？哎呦，你是不是想混了啊？等你嗝屁了，我来当老板。这个是竹筒酒，你现在赶紧给我去买100瓶，我拿到工地上给工友们1人1瓶，不买的话打折你的腿。买了，离我远点，好不好？不死猪扒皮、天黑路滑，小心把你的腿打折了。